你可愿拜我为师？从今日起，你便是我七明宗二代关门弟子。手腕抓紧，记住要以势代进。子女必须与我整个仙家宗为敌，我倒要看看今日谁敢动手。先生不要吃我，你既想报答我又不让我吃，不要再吃。我知道我不会吃，是不是？今日起我与陆清明断绝师徒关系，以后互不相干。师父未来日，为什么打雷？有人想要泄露天机，不就是我吗？